来节目，我是黄雪红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苹果的前执行长 CEO 啊贾伯斯他上云端了。那么他改变了世界，对你我有些什么样的影响？啊，我们这一段呢，先给林肯公园合唱团的这四位啊，查斯特、麦克、罗伯还有布莱德，听听看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看法。Hello everybody， 我想大家都知道，苹果 Apple 真的很厉害，但真正的厉害的是贾伯斯先生。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做到人手一只 iPhone， 但是就算没有 iPhone， 你也知道这一颗苹果的厉害。没错，他帅，他帅，因为没有苹果的话。Yes.我们没有办法有每天这么便利的生活。你看贾伯斯一个人，你看看，不管是在这个手机上面，或者是电脑的动画，甚至是数位音乐，他都有非常多的贡献。不是只有苹果就很厉害了，苹果没有贾伯斯也没那么厉害。他真是传奇。他帅，他帅，他帅。你知道我本身也是一个苹果的迷啊 ，fans。你知道他从那个 iPhone 的第一代到现在4GS 啊。飞哥，你也会玩？你是说苹果迷还是苹果迷？搞错了，不是啦，我是要说从 iPhone 第一代到现在是用 4GS 啊，还有 iPad 啦、iPad 啦、iPad Nano 啊、iPad Shuffle、iMac 还有 iPhone 的 U Phone 的 U。Oh my god！ 跟动画面没有关系，哦，都是 iPhone 有关系。哦，照你这样说，所以 Jobs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宅男喽，哈哈，比我还宅，宅男宅男。你什么好跟人家比的？你不过是个烂咖的宅男，人家是全世界最有创意的宅男，最会赚钱的宅男，然后又是最受大家尊敬的宅男，你怎么比？对。你什么咖，对不对？人家你看看会玩这个数位的音乐，对不对？还整合音乐，本来大家都不愿意这个被他整合，结果他就开一个会，然后叫那个 YouTube 有没有？ YouTube 很厉害，叫跟 Bono 开会说我们来弄数位音乐，人家才答应的。人家很厉害，你会什么你？哦，我你会什么？你是谁啊你？我是阿迪啊，不，我是鼓手 Robert。那我顺便一提，贾伯斯是一个非常好的人。那有一个艺人，他叫阿迪，他也非常好，非常。每次都讲这种话，对，烂透了，烂透了。我要告诉大家，今天呢，我们心目中的偶像他已经到云端了，他的人生 in the end， in the end。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精神永远与我们同在。OK， 要不这样，我们把我们的这首歌 in the end。我们改编有办法，我们献给我们心目中的偶像。因为上次我们介绍台湾的风景夜市小吃啊，现在网络上超过20几万人，快30万人点播，对，所以我们也是压力很大。再唱，对，会更好吗？希望能到50万以上。对，有人叫我们出唱片，真的吗？哎，我们已经做了。你紧张什么？不要紧张，你是我们的主唱，你怕什么？耶，这样好了，我们今天改编。边就是献给贾博士，还有献给所有跟他一样在自己的道路上坚持梦想的人。对 ，Wait a minute， 那我们是不是要先讨论一下，就是他歌词内容大概？歌词内容哦，不用，我们即兴。即兴，谁就唱。对，这样我会紧张。我随便打，你们随便跟。对 ，Oh my。你什么时候打错？我哪来的手？哪来的？上次我们已经说贝斯弹出吉他的钢琴的声音，大家已经觉得是吉他手，是吉他手。对，上次拿错那是贝斯。那个贝斯有吉他，然后就是没有贝斯的声音。观众不会计较，我们唱的好不好，他们才计较。OK， Linkin Park in the end， OK。Yeah。和台湾全世界都在为他来默哀，他不曾放弃，还追求初心，玩游戏 APP 还有音乐厅，保持创新又很好玩，找对不起你的放风筝，他一个在手往前走，想到就去做，绝对不停留，后浪一帮一夜行动不是没理由往前走，下个大家那么放弃的，管你是谁，听他们的大地鹅的风景。
rap 很厉害啊，很厉害，很厉害哦。虽然我们没有想好歌词什么，但还好有大字报，耶、yeah, ！所以大家要坚持梦想，你就可以跟贾博士一样，很不同的人生，每个人一样，耶！好的。非常好，他有一个中心思想，一个精神在那里引领着我们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对社会做一些有贡献的事情。好，那下一段有台湾传奇这夜市人生第73集的播出，我们先进广告。Yeah, yeah.